来这边啊，不仅打我们的桌球赛，还可以喝我们这个好喝的酿造啤酒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稍微帮我们的选手分装一下哈。以酒会友啊，以酒会球友。今天呢，在这个酒醉乒乓的现场呢，应该没有人没满18吧？然后来跟我说打乒乓，然后其实来喝酒，来变酒喝的啊。大家希望看起来都有满18哦。倒满。啊，有很有可能，我就今天就没喝到，哇，没喝到，哦，好，但喝酒这件事情啊，量力而为哦，但第一杯是要喝完的，请喝，同时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啤酒的苦涩与甜美哦，啊，就跟人生一样哦，这个打球的时候难免有顺风跟逆风哦，慢慢喝哦。没想到打乒乓球变成了强敌，慢慢来，因为气这个有点气的东西哦，一口灌是有点不舒服了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好，因为反正等一下打球的速度很快。哦，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理解到，你如果连续得分一直赢的话，今天你就会是在场喝最多的人。号码牌这边，好，还有没有抽到号码牌的吗？可以到我们这边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有一边哦，还在喝，我们慢慢等哦，慢慢等，不要给他们压力，哦。虽然这样子讲本身就是在给压力啊，但是不要给他们压力。OK， 要怎么样决定发球权？好，那双方呢可以依照自己喜好开始猜拳呢，还是就是女士优先这种概念？好，那就准备进行我们的11分哦，11分酒醉乒乓开始。哦，没有，好，我承认这桌哦。酒精的作祟哦，大家可能啊知道，平常有在打桌球，我有在打，但是没什么在喝酒啊，这个可能就今天比赛的胜负，所以请大家啊不要把这个比赛当一回事哦，你可能平常的桌球实力，可能因为你这时候的不胜酒力，就变成了今天的关键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的分数增加的很快哦，这边也开始喝酒了。5-0，连续得分要喝酒啊，互相得分就不用了，但是这种也是没有再让的啦哈。好，这边我前面这桌曾经一种温文儒雅的打法，仿佛是对酒精很害怕的感觉。温文儒雅，大家刚刚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个收球，你们这边。失误了啊！好，希望这个比赛呢啊，大家都能够尽兴，然后尽兴的喝酒，尽兴的打球，这也是我们的。哇！吓人呐！一大口啊！我们的工作人员呢，同时也身兼吹酒大这个大队长的这个概念哦。OK。都是大家可以想象，就是我们的23要出了精酿啤酒。你在灌他酒吗？你看他喝的还不够吗？哇，我们这边已经呈现一种酒店的状态了啊，一直在灌男生酒。啊，我们这边男生是不是也在喝？哇，好，加油！喝一口就好了。对，接下来就是喝一口就可以了。好，因为我们这边厕所也就只有一间，很怕大家塞爆。等下要20分了，要20分，又在喝啊！口渴是这样子的，哇哦，这边也看到了一些失误啊。再喝一口。6-0，我们同学也想喝酒了，不要这样。紧张。
好，我们同边双方都有在，裁判都有在看哦，所以不用担心啊。不一样，你是得分到，不好意思，你要喝。相较于那边的温文儒雅，这边感觉是火药味蛮重的。火药味是蛮重的，这边啊啊。现在还可以催眠多久？这是一个哎呀。7-3进到那个后悔比赛的后排了，7-4要喝，怎么可以总是男生喝酒呢？对不对啊？奇怪，德哥一点都不开心，不开心，不开心哦，不开心哦，德哥是不开心的哦。人生很多时候得分并不觉得，并不觉得很开心啊。好，这边再呈现一种温文儒雅的切磋啊。啊，这个球都跳得很高啊，没有丝毫没有想要压球的机会啊！这边等等，这边等等。还是稳扎稳打也是一种战法哦。9-5，这边9-5了。好，我这边问一下，这边分数是几分？8-3。8-3，哦，差不多，两边差不多，两边差不多。好像没有想到，好像没有想到。好，我们这个是很友谊的竞赛哦。你们是这个意思。我比到后面都说，我刚刚到底喝了有什么？哇，太不想要喝酒了吧？哇，太不想要喝酒了。10-6。好。这边应该3-6。恭喜！我们这边这一边桌子已经分出胜负了。好，我们这个晋级的话暂时保留，因为等一下你应该还有得喝啊。好，不用担心。好。